拆了这个大院。这样这只鸟这样飞过来，所以这个整个是这样走，这只鸟这样飞过来，然后这只鸟要降落或者要打架，它要放慢速度，它飞过来，所以它的翅膀要用力打。当它用力打的时候，羽毛的尖尖会朝上，哎，所以如果你画鸟，你羽毛这样画，那就不好了。你一定要能够说是表现出它这样，然后它的尾羽要张开，来增加阻力。那每一个画上那个动态的这个是很重要。再给大家讲一讲而已，然后这个鸟呢，它是跟真的鸟一样，但是，里面人格化。所以在我的画册里面也会讲，我说我喜欢把我自己的情绪拟人化放到里面去。所以这个鸟怎么说，昨天晚上金融回来的，没有好，没有好，你到哪里去了，你丢了没有好，你去了啊，哎呦，害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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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，好有趣，人生经验的体现自己回去了啊。